在演，他们在演。哇！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嗯，在演呐、啊，在演呐、啊。谁在地下室啊？我是不是在、嗯？我是不是在地下室啊？不能在地下室，不是吗？地下室上学都没有人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哪里啊！地下室啊！那你走上来、啊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加骑士要被杀了。不是，要怎么上去啊？来，我有门有门，直走直走直走，有没有看有人有在带你走？这边有没有人？有了有看到了。哎，那人家人家居然一开始就在这边的啊！哇，我这样很可怜哎、欸。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走上来，我在哪里都不知道。你怎么黑怪人呢？我连哪里都不知道哎、欸。你要自己来啊！超可怜。往上走呀。是这两个啊、哦？对啊。啊！你们组合技是不是？超强组合技，怎么会没有被人看到啊？好神奇哦！他是还蛮像组合技的啦。到底为什么组合技东西都掉光，你们还没被看到，这太神奇了！真的吗？哎、欸，合体合体，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吗？嗯，因为太神奇了，杰克。杰克吗？哇！那我连卡住，我不能动，我还是不会被打、啊。太神奇啦！他那不行啊，话没出来、欸。对啊。诶、欸，他们在一楼，太早了啦！他手电筒好亮哦、喔。是一分钟啦，他们在一楼啊。一楼东西啊，也是啦。你看，一楼东西有点多、啊。一楼东西超多的、欸。有哦，谁一直把楼上东西往下摔了？是谁呀、啊？哇，谁呀、啊？最后是啊，最后十秒再给个提示。嗯，我好想喝东西嘛，这样子。哎呀，哎哎哎，哦喂，哦，我以为小雨你不是那个东西哦。啊，我不是啊，我以为是哎、欸，我超明显的，是哎、欸嗯，超明显的啊，啊，我超明显的。他们在小房间里面。你们走，又走出去啊？什么话、啊？拿手电筒吗？我以为你是桌子、欸，姐在那边。我以为你是上面呢、欸。对啊，没有啊，我在这里、啊。我然后我是旁边的椅子，我卡住了。在底下，是一个很奇妙的。而且我告诉你哦，一开始团团进来的时候，我在那个饮料机旁边。饮料机旁边。他把它搬出去，我就跑走了。然后我是一直卡住的椅子，喂，吓死我了！一开门，一个篮子冲进来。等一下，我要弄死你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！然后怎么变成这个奇怪的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算了，我放弃治疗了。什么东西？我放弃治疗了。什么东西？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对，我刚才是一直抖。阿伟觉得你也很嗨吧？现在在抖哎、欸。你是用到手写板？没有啊，Ctrl 点两下，那蹲一下。哎呦，Ctrl 点两下，过来人哦！哎呦，嗯，过来人，还是被卡过的哦。对，为了感谢你，就打我吧。可是又是谁啊？让我感谢你。滴滴滴滴，啊！滴滴滴滴滴，我。啊！变错东西了。然后还改不掉，要投胎重来，哇！只好等下一次了。你刚刚变错，怎么不直接冲到楼下去？旁边缝缝不可以钻啊？从二楼啊，跳到一楼。冲啊！哦，我刚刚在一楼啊，你刚在一楼啊？没有，我刚刚追着你跑啊，你冲到二楼可以直接马上跳下去啊。阿杰，你到底在干嘛？我以为那个缝缝不能挤、啊。我在装自然系。你一点也不自然啊！我不自然吗？这个确定可以这样子吗？你确定这样是可以的吗？又是蟑螂，又是蟑螂，小东西吗？重点是他做的动作这样。啊啊！这可以吗？什么鬼？什么东西啊？你选我是不是？你选我是不是？来小房间，来那个角落的小房间，吃汉堡三明治的地方，快点，巧克力在这边，你虐他，你虐他，你怎么哪一间啊？跳过来了，哦，这间吗？来，哎，他出去啊，出去啊，出去啊，我出去，我把东西溜走了，哇，
啊，绕圈啊，绕圈，绕圈！一堆东西卡在那里啊！很专程卡人呢、欸，他一下子是后来呢。哎、欸，我刚刚、欸、有人把东西弄倒了，然后压到你，对不对？倒了，倒了。没有，我那是帮你，我那是帮你。啊哈。没有没有，帮你没问题。哇哇！喵哈在意了，喵哈在意了，喵哈在意了。啊，这个真的，我卡超久，不能拿，一跳就跳过。我刚刚还不是一样弄超久，你一发过来哦。人类太大了。嗯，哪里呀、啊？这整台一个班呢、欸，小小花现在在当养分。当养分，养分，对，嗯，当养分，光合作用吧，哈，哇，哇，哇，它在一个花盆上面，哇，有吗？看得到，厉害吧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不是花盆哦，我不是花盆啊，哦，我以为你是花盆诶，我是花盆上面的那个蟑螂，哈哈，花黑盆是。蟑螂吗？哎呦，好久没变这个蟑螂吗？对啊。啊，太高了。好吧，就在这里吧。我地下室、啊、我不动了。好吧。我不想动了。不动了。嗯。好吧，就这吧。就这里吧。好了。来了。嗯，这里这么的黑，嗯，好，会不会被找到就随缘喽？可我这次搞得看不到东西。我看得到，我看得到，我可以看得到有没有人经过这里。哦，垃圾桶，快跑！那个拿花盆的，再跑，再跑，再跑！可恶！欸，其实我刚没看到你 ID 耶，你不要动，我搞不好不会打你。讲的是吗？为什么刚刚有一个红红线？哦，你的红线。大家都这样子啊？你们在干嘛啦？你们这几个在干嘛啦？怎么刚刚有个红线？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一个。怎么了吗？我拿那个火箭门号有红外线，然后他今天一边看，奇怪，怎么有个红外线？有人拿的什么？嗯，四角为什么会有红外线啊？到底哪里来的红外线呢 ？Sandwich， 哇，这个桌子也可以拿、欸，真的什么都可以拿、欸，好狂哦、啊！我朋友在搬东西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会有流血？哪里有流血？哪里？谁？谁？哪里？不要打我啦！不要。我小心会流血，队友伤害，队友伤害，然后又被打死，有同队伤害哦，注意哦，有开哦，有开哦，哎，打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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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们这队，我们这队都超猛哎，那，进给我过来，啊，哪？对啊，认真找，认真找，认真找，我也很认真在找，我们这队都是你们很喜欢的东西。都是三明治吗？呀咪呀咪的西瓜，哇哇，射他！不是你就射他了，哈基。不是、啊、他们说喜欢的东西，我喜欢吃西瓜、啊。我喜欢吃西瓜，哈基，不要忍了，好不好？虽然你们是同队，可是不要忍了，你就这样勇敢的跟他表达，我喜欢吃巧克力。什么啊？巧克力啊，嗯、好吃嘞、欸。啊！碎掉了，碎掉了！啊啊啊！快打他！啊啊啊！我打他！哈哈哈！哇！有人跳起来回头砍！对呀！哇！爆掉了！回旋斩吗？这么厉害！电切斩！哎呀！没事没事。有什么啊？躲过了，躲过了。真的假的？真危险。还有四个。嗯，怎么多个啊？哇，我觉得好彷徨哦。对啊。
太彷徨了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嗯，我来切橘子好了，哎、欸，还是柳丁、啊。哇，这么会躲。不水。找不到，找不到，我们找不到。要按嘲讽吗？嘲讽哪一颗啊 ？F3。哦，好哦。耶！哦，这是很嗨，他会听不到吧？他这个音乐有没有问题啊？有没有版权啊？没有，应该没有吧？你有十五秒吧？那就是讲话带过啊。啊！真的，就啊！哎呦，巨巨！啊！哈哈！嗯，哎，我看到一个哦，这个谁啊？我大声 ，Hello， 这个超高声，哇 ！Hello， 你好，找到我啊！又是三明治 ，Hello， 躲在哪个三明治啊？厕所，厕所，哎，去厕所的说，哎，没看到我吧？人都是三明治。一堆三明治，大家都爱三明治。可以了，真的是满满的 sandwich。sandwich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觉得好笑。只要的这么开心，那么开心。先冲素食店。好。在素食店里面哎、欸，但是也被可乐倒了。哦哟，然后倒了，倒了一个三明治。哦，哇，连几个都站出来了，有人把三明治给带走了。好、啊，谁偷了三明治？偷了那个三明治，还没结账，还没结账，对，这样不行哦，这样唔汤哦，嗯。Anyways， 有一个马克杯被丢到地上了。为什么呢？在偷了那个马克杯。哦，我在上厕所。在上厕所。我想说塞到马桶，刚好能塞马桶那样子。塞到马桶。那很难跳进去。跳不上去。滴铃滴铃滴铃。哎、欸，你们真的是每个人都背这个东西耶、欸！现在大家都开始会了。三明治当道是不是？嗯，对啊。哎呀。你看，等到你变什么东西？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回来！不是，不是，先走了。不行，不行，回来！回来！不行，回来！不可以，不可以！哎，巧妈，别跑！巧妈，杯子，杯子，哪里呀？杯子，二楼吗？对，在这里，跑出去喽！哎，关门！哎呦，靠！那不要关门，要关门，要关门！有人是不是？我躲住门了、啊。在这里，在后面，在后面。他出去了，出去了。这么凶啊！好凶、欸，可是刚才遇到好奇怪哦，我丢 RGB 我自己没死。嗯，就你要炸到物品，就是别的物品才会死，嗯哦、空的地方不会。那时候怎么我空就没有死？泽平，我在哪？可恶！他躲起来了，在哪里？怎么这样子没被找到啊？滴铃，滴铃。哇，你刚那炸我，差点以为被炸死。滴铃，滴铃。嗯，累还没死、啊，累呢？你们怎么还没死啊？滴铃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哎哎哎哎，卡住卡住。嗯嗯，团团跟巧克力都是红红的东西，嗯、真的耶，红的东西，而且其实他们是算是某同一种东西，对，材质不太一样，一个在一楼，一个在二楼，红红红红的，嗯嗯嗯，哎、嗯嗯嗯欸，你干嘛？哎、欸，二楼的没了，二楼的没了，找一楼的，找一楼的。我还沉住气想说你不会，嗯，不会，因为我最喜欢躲这种缝缝的地方了。然后我就逃了，我刚就可扯平绕一圈又回去了，可恶，超坏。
我妹妹俩、啊，真的都是红红的。团团所在地有一个猎人，我抓牙，应该找不到了。现在是两个了吗？都抓牙了，四个、五个了，太多了，對對對100个啊，有八个哎、欸，哇、哦，太扯了。Hello， 100个，100个。100个。对。突然好想喝饮料，应该蛮难找到的啦。哎、是马克杯吗？红红的啊，红红的，好的，红红的。材质不同、啊。目前这个房间没有猎人。马克杯是我、啊，它材质跟我不一样啊。对，它在很多同类的那一间，现在有一个猎人了。两个猎人了。是这样啊、喔！直接这直接火掉了，你安尼袂使啦，直接火太明显了啦！可乐 QQ， 你安尼太明显了。雨月在那个房间找超久，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对啊，炸弹客哎、欸，为什么找不到啊？好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吧？好，谢谢大家，关好你啦，好啦，之后有机会再来玩啵，啵啵，拜拜，啊！我真的每次放布布出来都好崩溃哦。你们看不到的地方，其实他尿了一滩尿，他尿在尿盆跟垫子的。中间你知道吗？分隔线上，哦吼，快崩溃了！你看，而且刚刚布布现在躺在前面，看一下哦，有看到吗？他脸前面有一块，其实被他咬一堆棉花出来了。然后啊，布布啊，他就是平时放他放风出来嘛，他平时就是趴在这个位置。啊，这个位置都是那个视讯下面，所以每次都找不到。哦，放他出来实况又要顾他，好累哦！你看地上都是水，我现在好崩溃哦！不能让他喝垫子上的水，不然又是我虐待动物哦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啊。啊，乖乖有用吗？你卖萌有用啊？你跟我说，啊，说啊，懂了，不啊，哦有，懂了。好啦，感谢大家收看啦，好点个喜欢啦，想看其他有的没的系列啊，拜五见。拜拜。